第二十九本，象鼻和臭鼬。我是一头猛犸象，我的腿又粗又大，我可以把东西踩扁、踩、踏、撞。我有长长的象牙，我可以用它们来挖土。我还有一个长长的鼻子，我可以用我的鼻子做很多事情。我可以捡东西，我可以把东西举起来，我可以喝水，我可以朝妈妈和爸爸喷水，停下。我还可以用我的鼻子闻东西，我可以闻到好东西。闻闻香蕉，我还可以闻到坏东西，闻闻一只臭鼬。这只臭鼬真臭，我要用水喷它，救命呀！喷，这样就能去掉臭味了。闻闻，啊，不！臭鼬还是浑身发出臭鼬的气味。